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继续回来看我们的《死忠人宇宙》啦。上一次我记得我们看到第十六集，对吧？出现了一个黑人，然后他会讲话，然后就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只是路过的之类的，对不对？我记得应该是 YouTuber 吧，他一只很恐怖的、很像妖怪的东西，然后被冲掉了那只马桶人。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下去啦，我、好久没有看哦。目前《死忠人宇宙》已经更新到27集了、不过我们目前呢？是不是看到16集好像进度有点慢哦，观众一直开始催，小光的进度好慢哦，所以我们今天决定刚好这个 season 5，就是我们这个作者呢他们更新的第五季，刚好是从第17集到22集，然后第五季呢片长总共30分钟哦，所以等一下呢各位就跟我一起好好欣赏。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之前的这个死忠人宇宙的话，也可以到我前面去看一下我的死忠人宇宙的一些看的反应影片哦。那如果跟我一样是《死忠宇宙》第一次观看的话，好，跟到我第16集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就好好欣赏吧。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好，这是一个监控人，走到一个高楼，哦，遇到一堆马桶人，揍他！这是目前的第17集哦。哎呦，哦，这狙击枪是不是？哇，有人把我们监控人推下去了，快去救他！哦，好强哦！为什么可以这样？他是有滑翔翼。哇，巨型马桶人，快跑！哦，他为什么？我为什么可以跳这么高啊？我是可以飞的单位，是不是啊？哇！直接把他的头拿去用在他的螺旋桨。OK， 走。这是一个总部是吗 ？Oh my god！ 黑幕代表什么？电视单位吗？不是，来的是一只哦。等一下，是恶灵古堡吧？恶灵古堡室里面有一只瞎掉的，然后、叫我不要射它，为什么？安静，只要啊对，只要有发出声响的话，它就会打人。这致敬恶灵古堡室啊！哇！听到声响就会打人的单位。哦，飞走了。不是啊，它自己发出这么大的声音，它不会觉得说，我旁边就有这种大声音吗？而且还有爆炸、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就算我们发出声音，它的噪音应该也盖过我们了。哦，直接飞过来，这是什么？大楼？哇，不会吧？哦，我刚刚死了吗？哦，来了，泰坦来救我们吗？是音响人吗？哦，对，小光这个厕所塔防拿到一只狂暴音响人，该不会就是他了吧？他现在是狂暴音响人吗？还是狂暴音响人是正宇宙的？音响人很强哇！音响人在这里的宇宙超强，而且他现在身上的装备很帅，哇！直接给他烤焦了，哎呦！揍他，揍他！他本来就瞎的，是没差吧？揍烂他！哇！他耳朵也聋了，也瞎了，变聋瞎了。对不起，有点冷。赢了。赞啊！我们赢了，第17集竟然是这个 good ending 啊！看女电视人了，我用飞过来的，是喷射包啊！哈哈，怎么用踹的、这应该叫泰坦来帮忙一下，这脸好可爱啊！来，什么东西啊？给他手，把他传进去啊！哇，所以我们现在视角的这一只监控人很强进来了。好恐怖哦！这什么诡异的气氛？时间停在8:30，这应该是什么彩蛋之类的吧？不要进去 ，Do not enter！ 哇 ！Oh my god！ 这看起来好恐怖哦！女马桶人，下面那是什么？这么鬼店的致敬吗？是鬼店的致敬这个，那脸好可爱啊！这是一个电影啊，鬼店。你们知道那个 Is Johnny 吗？他就是那个矿有后面有洪水，两个双胞胎有没有？蜘蛛监控？哦，不是，这是蜘蛛。蜘蛛贞子，好恶哦！这不是蜘蛛贞子，这是一个 Momo。这也是致敬吧？它其实是一个迷因吗？恐怖的迷因吗？Oh my god， 这也太恶了吧！为什么？你不是坏人吗？
他上次不是杀死了一个不该看到的监控人，那电视人，为什么他有一个 N， 一个可以按按钮的那个？怎么了？他在看Skip不提的宇宙吗？他在传送什么东西？档案已经传送了，下一集第十八集哦。我们现在视角是拿着这个机枪啊，在那边射，哇！自杀攻击耶！马桶人竟然可以开这个飞船哦！我们的降落伞竟然没有破洞，哇！我降落了，快给我一支火箭筒，一下来就要直接开打了吗？对，你还好吗？电钻人，电钻小兵，快扶起来！这个战场。描绘的是哇，死掉了，好难过、哦。这战场描述的真的是很真实。有什么超级大单位要过来了吗？他们撤退了。啊？是吗？礼物，圣诞礼物，新年礼物。哎呀！哎，这只长得很像那个哎。哎，你完了，你要被吃掉了。完了。把它撕掉吗？哦，没有，因为很像致命公司的一个礼物啊，礼物人有没有？时间到了，他就开始狂撕了，这是超像那只的、啊，超像致命公司的礼物人啊。音乐盒啦，音乐盒。泰坦监控来了，你在闹啊，你在闹啊，老大来啦！哦，而且是升级版的泰坦监控人，哇，直接被打成蜂窝啦。拉起来，切断呢？哦，没有，哇，太过血腥 ！Oh my god！ 下雨了，下雨了，好强哦！这什么东西？啊，那只是失踪人，啊，已经死掉了失踪人，现在要修复它吗？哦，不是，是我们的电钻人，泰坦电钻人。泰坦电钻人好像之前是不是被打败了？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厕所塔房玩的那只升级版泰坦电钻人了。这就是全球只有500只的这只单位。哇，好帅哦！我终于看到他的主宇宙是不是啊？失踪人宇宙里面的升级版泰坦电钻人啊，这只也很帅。这只有没有出单位啊？收到讯息了 ，OK， 没问题，飞走了，救了我一命，谢谢你啊！怎么还在响啊？音乐盒怎么还在响？好恐怖哦！哎呦，这是什么？那 ET 的头，这手怎么看起来像那个啊 ？Huggy Wuggy 啊？啊？这版权被吃了是不是？咱们被吃版权了哦！这是有磁铁的这个博士啊，耶！这是什么单位啊？他 Pennywise 啊，哦，难怪音乐有重版权。哇哇哇哇，小丑，好可怕啊 ！Pennywise 什么秃头，后面的头发是分层的，太好笑了吧。哦，这博士怎么长得好像不大一样？这个宇宙的博士竟然长得像蜘蛛啊！哦，他这个马戏团算是乐园吧，长得有点像2040里面在玩的黑色嘉年华。哎呦，被发现了，完了完了完了！那什么东西？哦，变异形哎！哎呦，好恶哦！不就好像在他们闻不到，他们的鼻子是一个红鼻子，所以他们有什么嗅觉？我来了，我们的狂暴音响人，拜托你们这些臭小兵，战斗力只有5的，啊没有啊，战斗力5000好了，至少我们这只有8万，你们5000的这个战斗力直接被我们屌虐啊，哇，直接炸烂，一发一个，太帅了吧，来来，这些小兵来几只都一样，我们是泰坦音响，怎么好像，哇，那是有毒的吗？
整个烧烂掉，变成焦炭的这个马戏团马桶了，把它淹死了。嗨，哦，这是什么什么奇怪的单位？又是一些致敬啊！我觉得失踪人超级会致敬东西的，有些我懂，有些我不懂。他还在那边笑，准备揍烂。我觉得有这个有点危险啊，揍烂他可能会召唤什么东西过来。逃跑了，还想逃跑？他想要去通风报信是不是？哎呦，两大泰坦音响跟监控，赞啊！都升级版啊！时间暂停，完了。博士，我就知道博士拿走了我们的那个枪嘛。可以，两大泰坦怎么输？来啊，来啊，对不对？输什么？哦，第十九集了，对不对？啊，不是啊，输什么？然后下一集瞬间被打飞。哦，陪你怀斯。Pennywise 大战，哇，那个毒翼不就是我们现在玩的那个监控人手上装的那个毒翼吗？不过那是主宇宙的，加油！哇、哦，这个泰坦手上的那个装备看起来特别厉害，来啊！还在谈论怎么打的，哇，手上有一只巨锤瑞斯啊，那是斧头吧？哇，不是啊，锤子呢？你怎么是用火来射人家？我来了。砍掉人家的手，八爪博士少一爪，哇，这好帅啊、哦！这只能不能进那个、啊、厕所塔防啊？他那个光剑看起来好帅哦。可是目前泰坦监控有好多种版本哦，升级泰坦监控人，然后还有这个毒栓跟电锯，太多这种版本了。哇，他这个射爆，直接给出，他把锤子吸走。这个战斗，哇，头不见了，还可以再长出来，哇，这次头发是长在，哎呀，变得好恶心哦，咬不到，可以吗？来，把斧头给你，这在致敬那个吧，致敬那个雷神索尔，武器还可以交换的、啊，雷神索尔给美国队长有没有？这个 ，bang， 怎么了吗？Oh my god！ 哇，好阴险啊，喷得我满脸，直接拿下来，完了。他竟然用电视这招，太卑鄙了吧！监控人又被控制了，怎么监控人又……哦，他本身可以抵御这招啊，不用再戴那个眼镜了，太强了吧！来了，一射爆你！哇！监控人这次终于帅一波了，在这个宇宙终于帅一波了，输掉了吗？打赢了，他出场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结果打一集就死了。来啊，博士想必应该是没那么快死，还是他其实是分身，跟猪宇宙一样假的局面那样子。逃跑，拜拜。头砍下去，砍得不够深，爆炸。不会吧？没死，我就知道啊啊！博士在笑，逃跑了。看来博士不是一个这么快可以解决的存在啊。不过他生出来的这个大将全部都被我们解决了。哇，上面他什么密密麻麻的？这是我们的哦，不是我们的完了。核弹来袭了，完了，这是陷阱。这里等离子炮，两个人要一起合作，把这边可以全部打掉吗？哇哇，这什么装备？哦，这是一个防护罩，哇，太卑鄙了吧，兄弟！我靠，跟真的是核弹炸裂，还好挡下来了，好危险哦，差点就中计哦。最隐形的是刚开始的时候的照相机人，嗨，新的一个角色出现了，哇，是伦敦吗？正在修复重建中，嗨，失踪人的国家，不是，
他们想要炸掉，我以为在修复，根本不是，是被占领了。来了，我们的泰坦，泰坦想来救场啦。时间到了，反击的时刻到了。这不是巨型音响人吗？哦，来了20秒吗？我们看一下，他可以停多久？快跟他说，时间1分钟。这是我看过他暂停最久的一次。为什么这次没有受到时间控制？哎呀，完了，要失效了吗？哦哦哦，哇，失效了，完蛋，被发现了，被打了。我来了一只很特别的单位，那是什么？医疗兵 ，medic。上面都是火箭筒。哎呀，这什么戴了面具的士兵公司啊？什么喜剧面具跟悲剧面具吗？有点操林丹，悲剧面具挡住了啦！拜托，不是呢，有受伤。这两只看起来，哇，还有斧头、哦，哇，完了！我们现在2-1，不公平啊！敢不敢？我消掉了，他把面具消掉。Oh my god， 这是什么鬼？原来面具下面是烧伤的脸啊！应该是被改造过的单位，要爆炸了！1分钟、1分半就要爆炸了，怎么办？快逃！不是跳下快逃，是叫赶快去追啊！这多爪电钻人怎么办？我要去阻止这个伦敦大笨钟吗？大笨钟揍他也没有用了哦！按，可以停下来。没有没有，被骗了，这是陷阱啊！哦、oh, ，faster， 我就知道陷阱啊！完了，变得更快了，怎么办？只能在时间暂停一次看看了。可是他能量用完了，对吧？哇！这电钻人哦来了，他生气了。哦，超强时间暂停，停在2秒。快快去阻止啊！哇，这边还有，这爆炸下来可危险了。哦哦，时间暂停结束了，还好他把这个炸弹给拆了。哇，这女电钻人，什么东西？感觉不大妙哦。来了，升级泰坦电钻人。原来不太妙的是马桶单位啊！哇，好大只啊！难怪全球只有500只，太帅了吧！哎，不要自不量力哎，那只可是有17万的战斗力啊！哇！扛住，完全扛住！哇，嘴巴张开了，直接吃掉它。难怪我们那边的单位会直接把人家抓起来吃。哇，直接吃下去了！天哪，好帅哦！啊，切不掉，直接抓进去吃掉。再见了，这就是我们那只升级泰坦电钻人。他会把人家吃掉的这个由来啊，来下一集，太强了啦！太好了，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马桶人的，他一直就是很像这样投票，那种台湾的那个总统大选有没有这样子？然后这次终于啊，战力终于回复了，好帅哦！这是哪里？哦，是我们的博士，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糟糕啊，假博士啊，这才是真博士嘛，对，我就奇怪，博士操控的，
那只是博士操控的单位，说做的不够好，是不是？必须要升级，这是特务马桶人，是不是？这两只长得很像第一集的那个会唱歌的那一只马桶人的变种，好帅啊！这两只看起来帅帅的，好多。啊，他还在做实验呢！哇，什么克苏鲁，什么 SCP 啊，收容所是不是啊？博士，原来你有这种爱好。OK， 他又要去找一个新的啊，把自己关起来。哦，没有，是电梯啦，看起来像把自己给收容了。最下层，看来他是要拿出一支很强的来反击我们的升级泰坦电钻人了。我眼睛睁这么大。这什么单位？他说什么？他看来是被驯化。他是幕后主使啊！这只应该也是致敬什么东西的，各位。哎呦呦呦！越变大声了，他讲话声音比较小声，我们把他拉小声。哇，怎么办？越修越糟。大家如果刚懂英文的翻译的话，也可以在下方告诉我刚刚说了些什么，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在修复这个大分钟，为什么这个卡在里面啊？这让我想到卓别林里面的那个修时钟的画面啊！这对不起，讲卓别林会不会太久了？100年前的东西，哈哈，对不起。哎呀，他刚刚尽力了。OK OK， 哦，他真的是一大功臣啊！这只大时钟人，哦、这嗡嗡的声音是那个半条命的。要攻击我们的主家第二波是不是啊？哦，来了，要第二次进攻我们了吗？哎呀，这些长得妖魔鬼怪的马桶人要来跟我们打架了。还是我们升级泰坦电钻人到底要输什么？哇，他有些长得就很像 SCP 里面的马桶人。电钻，这电锯人，哒哒啦哒啦哒，哎呦，这什么啊？超恶哎，好恶心哦！你们马桶人的这个时钟人宇宙为什么都要做一些这么恶心的单位出来？现在都是什么日本怪谈或者是一些 SCP 什么？还有这种中古世纪的，哦，手上那个镰刀好帅啊！打爆！中古世纪怎么打赢我们？直接嘎掉！哇，整只嘎进去了！哎呀，地板是岩浆啊！我们把这些长得奇奇怪怪的直升机单位全部吃掉！太强了啦，这只太强了！难怪全球只有500只啊！哦，一人大战千军万马啊！没事，我们。其他泰坦的也来助这个助阵啊！他放的是什么核弹吗？防御罩、防护罩直接挡掉，这防护罩很强。哦，原来是我们监控人放的啦。其实我觉得，就算是升级泰坦电钻人扛住我去吗？我留在这里啊，你去支援我们的基地，我留在这里帮你断后。好的，他能及时的飞走吗？这边单位这么多只，哦，张开嘴巴好帅哦，电钻张开嘴巴，不会，不要播这个贝多芬的歌啊！我不行啦，不要这样，这个我要讲话的，赶快盖过去，太可怕了，这个贝多芬是有版权的、啊，
他修复他的时候竟然听贝多芬。哎哎哎哎，恐怖啊恐怖啊，规避版权。OK， 我们回到基地了。这是修复用的吗？他们还要继续修复我们的时钟？泰坦时钟人吗？泰坦时钟人已经好久没出了、哦。泰坦时钟人就像厕所塔防一样，拿来时间暂停之后就没什么用了。来了，我们的家又要被再次进攻了吗？哇，这科学家上面的那个完全是我看不懂的东西啊！女电视人跟女时钟人，我们要去哪里支援吗？哎、欸，为什么画面带到这边就结束？感觉有一个伏笔哦。来了，哇、哦！哇，哎、欸，这个精神时光屋啊，看着看着就已经二十几分钟了。哎、欸，掰卡掰卡，快跑！裹脚监控人。哇哇哇哇哇！斯蒂布提 base 2，这是我们第二个基地吗？哦，不是，赛斯金公司打我们的第二基地是不是？斯蒂布提 base 不就是家吗？斯蒂布提的家，第二个。完了完了。那是念 Skibbity， 哎呦，等一下，啊，完了，哦，哎、欸，射他头，然后就进版权，就中版权了，哈哈哈，好帅啊，哦哦哦哦哦，虽然他这个中版权了，可是好帅啊，开枪打他们，下来了，好帅好帅，电钻人的这个阵营来帮忙了，嗨，你好，赞啊。快点带着我们的这些监控人，赶快医疗兵，哇、哦，这功夫哎，直接把他踹下去！音响人，快跑！快跑进去，赶快跑进去！两分钟之后，两分钟前一定要按到那个按钮，不然是会爆炸吗？哎呀，这什么啦？是啊，真的是很精神猎奇啊，大哥。始终的宇宙都做一些特别猎奇的东西，哎呦完了，还收集我们这些监控人拿来当养分吗？啊，被吸进去了！别闹了，别再欺负我们的伙伴了。我们的泰坦音响人，哎，没子弹了，没能量了，怎么办？啊，抱歉，我不知道。哎哎哎，这么重要的时刻，那我们直接用手吧。直接把它变成棍棒，踩下去，还用音响震他的耳膜，完了，他是定时炸弹，当他只要数掉就会爆炸，哎呀，中计了，怎么老是在中计呢？才刚修好，哎呦，哇哇哇哇哇哇，还好他有人时间暂停救了我们的音响人，女音响人。哎，真是的，他一脸看着他，嗯，你到底为什么没有帮我出来之前没有帮我把能量补满？剩一分钟了，58秒。哎呀，哇，这个有防护的电钻人被打伤了啦，可以回去再修理就行了。时间暂停，时间暂停的脸真有够丑的。把它修复吗？心脏加快。哦，吃了肾上腺素，快点去按那个按钮。等下，这是算操控我们自己监控了吗？9秒、8秒，哇，被挡住了。怎么办？来不及了，时间到了。发射了一个核弹吗？怎么办？来不及了，要阻止它发射。感觉阻止不了哎、欸，
泰坦电泰坦音响人没有办法阻止。哦，这时候按暂停是可以的吗？停下来了，还可以回去耶！哦，成功了，电钻人，你不会牺牲了自己吧？哦，没有没有没有，啊，不是那一个。是上次那一集，然后在那边钻的那一位，他很生气，没有想到他怎么钻进来的，成功了！哦、oh, ，Such a wonderful beast！ 还在看我们的设计泰坦电钻。I think I just found my favorite toy。什么？他新的玩具吗 ？What is it？你说啥？ Don't worry. I expected your failure. Our achievement in this battle was taking control over their devices. 他控制什么东西？ Now they believe the emergency message was sent from an ally. This will make it much easier for the next step. 好了，我们看完22集了，出现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到底是谁？她是什么彩蛋吗？在这个时钟的宇宙，感觉好像是幕后大 boss 哦，所以。想询问一下各位观众，他到底说了些什么？然后他是什么样的存在呢？我们也可以让下方的人告诉我们，理性讨论，尽量不要剧透我们后续的剧情啊！感觉这次的第五季看起来特别精彩啊！自从我们这个升级泰坦电钻人出现之后，这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啊！各位，我好期待看第六季啊！看到第27集，好啦，如果大家想看到小光继续看这样的反应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点赞。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大家拜拜。